得，您管这叫涂鸦呀？对，让他开心。反正车也不是我的啊，是啊，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，好，跟您没关系。我等那车主出来打这孩子啊，很快乐。看热闹，你这很快乐。说相声嘛，嗯，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站台上说相声，观众不乐，咱们就对不起人家的票钱。对，但是其实这一两年相声不是很景气，不好说。你看，尤其去年相声多少老前辈、老先生去世，啊，去年不少。哎呀，我很感慨，也很难过，是吧？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，好多说相声先生都没了。嗯，我那会儿还做一梦。哟，那您那时候怎么梦的？一身冷汗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一辆公共汽车，哦，大公交车，哦，打我跟前开过去。我一看车里边啊，常贵田先生、常宝华先生，哎呀，哎呀，就这些个老说相声都在车里边。嗯，这车缓缓往前走，但这车没有司机。哎呦，车过去一看呢，啊，于谦在后边推呢。哎，好嘛，这我给这几位送走的，合着是。你得好好的，我好好推车。好好说相声，哎，这是对的，这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，埋到眉毛了，埋到哪儿？土埋半截儿嘛，土埋到半截儿的人了，对，人是反着埋的，哎，好，还不如到眉毛呢，您这个，您得好好活着，哎，就借您吉言，相声死不起人呐，是吗？啊，本来明白人就不多，你再死几个哪儿说理去啊？伤好吗？我们这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服务行业。我们这叫服务行业，说相声是服务行业，是啊，啊，我们是弱势群体。哦，哎，演员啊，演员是最弱势群体。怎么？你谁都能骂，嗯，骂说相声的，骂唱戏的，骂这骂那，没有任何后果，随便骂。我们要骂还得骂自己，别人还不行，还不能骂别人，不合适。哦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观众，这也不能挑吗？观众分两种，一种就是人家愿意看你。嗯，您坐这儿，您看看演出啊。还有人家不爱看你，不爱看还来？那没有办法，您该忙您的忙您的去。哎，别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没有办法。嗯，我们就是抱着一个服务生的态度，哦，好好说相声。嗯，有的时候观众特别可爱，是吗？我之前在哪儿演出，一出门，一个小姑娘，嗯，女孩拦着我，你不能走，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，我怎么了，孩子？嗯，你能不能把名字改了？什么事儿就让人改名字呀？我说怎么了，姑娘啊？嗯，你不能再叫郭德纲了。哟，我说我叫了好几十年了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，孩子？这怎么就改呀？嗯，我原来是郭麒麟的粉丝。哦，我喜欢你儿子郭麒麟。好啊，我特别想把他的名字纹在我的身上。哦，字儿太多，笔画乱是吗？疼。哦。我找郭麒麟，我跟他商量，嗯，能不能把名字改成丁一？好家伙，就三画。嗯，郭麒麟不干。那是。所以我现在是他的黑粉。这就黑上了。我天天在网上骂他，嗯。哦。但是我还挺喜欢你的。哦。你能不能改成叫丁一？对，好。逮谁叫丁一？你这。哎呀，我说姑娘，我说你不知道啊，我这个本名叫郭德纲，哦，我其实有一个艺名。您的艺名叫什么呀？啊，你记一下，你要愿意的话，你就把我的艺名纹在你的身上。你说说啊，三个字儿。哦，头一个字是饼。什么饼？陕西饼饼面的那个饼。好家伙，这一字儿就抵郭麒麟那仨字儿。嗯，嗯，饼，后边那俩字儿叫饕餮。嚯，嗯，好家伙，孩子记住了吗？我叫饼饕餮。哎呀。哎，你可以在你后背把我这名字纹上啊啊！这姑娘就骂着街就走了。对了，纹完死了。那是啊，嗯，我心说我能改名字吗？玩笑了啊！人家孩子也不可能在后背纹个饼饕餮，多新鲜！他哪怕纹条带鱼呢，是吧？没听说过，老有这带鱼的事儿啊！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啊，但是也是最难的了。反正是不容易啊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尊重观众，这是应该的。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嗯，每一张票拿回来养家糊口，嗯，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嗯，拿着钱回来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我们一块儿用不着你这个，这有我给呢，这个，嗯，是、啊，你那是明着的，我你这是暗着的是吗？不是怕不够花的吗？这够了，够了啊啊啊！要尊重观众。
天底下没有什么说比让人家大口袋里掏钱是最难的了。哦，这不容易。所以说不能欺骗观众。没错啊，你老憋着骗老百姓，你只要让他从口袋里真金白银拿钱，那个难了，骗不了。那当然了，真真正正的把人家搁在这儿，哎，是心理学的东西，是吗？你看我们上台演出的时候，穿大褂演出从来不能戴手表，我们倒是有这规矩。我给孩子们上课也是不许戴手表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看你上台来戴一大手表跟这儿一晃悠，金光璀璨的，嗯，观众看看你那表，嗯。看看他那票，看看票，嗯，看看表，哦，都是我那钱买的。哦，他这么想，受不了。嗯，当然女演员可以，姑娘们行吗？穿个旗袍，啊，露着大腿，穿着高跟鞋，哦，金的、银的、翡翠的大手表，叮铃咣啷戴一身，嗯，站台上连说带唱，是，观众看看票，看看台上，哦，哼，这都是我给买的。哎，好。到这时候的语气变了，我们这说相声怎么那么活该死呢？你说我们 啊，所以说得努力啊，都得努力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因为每个人位置不一样，嗯，想法不一样，哦，你要把所有人，你看楼上楼下这三层楼，要把他们的思维调整到一个位置上，嗯，其实我们唯一的窍门就是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。俗要俗的那么雅，哎，辩证关系的这是。啊，太俗太雅都不对，两头都不行。雅，你还雅得过昆曲吗？是昆曲很雅呀。昆曲每一句唱词都是典故。嗯。前清的时候，都得是念书的举子赶考了秀才。啊。捧着《康熙四典》，抱着《二十四史》，跟这儿看昆曲，真雅。太雅了。嗯。所以到了民国的时候就不太好卖票了。都听不懂了，观众累呀，嗯，你看场戏比种地还累，嗨，他就犯不上了，嗯，所以说太雅不行，是太俗也不行，这太俗怎么不行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，对啊，谁看的那个，就是，你瞧，啊，你这个这场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，我觉得这个，什么都看呢，你们怎么？您要听我的啊，您提上裤子赶紧走。我老脱裤子，所以说呢，太俗太雅都不行。是，要想好就得雅俗共赏。这对，怎么雅俗共赏呢？怎么呢？就是您呢脱了裤子唱昆曲。这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比喻的？反正太雅不行，因为什么？无与你焉有荷花？这句话对啊、嗯，这个东西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哦。并且纯粹的雅俗共赏其实很难，是吗？它一定是就低不就高，就俗不就雅，这怎么说呢？哎，雅也没有那么完美、哦、俗也没有那么卑劣、哦、这东西很难，所以这就是得说相声、嗯、自己下功夫了，这找这金劲儿呗、啊、努力呗，好好干呗，嗯，干好了呢你就是相声一哥，好，干不好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，对，一哥们儿跟着混呗，这不怎么样了。但是说相声您记住了，小孩说相声一上台，嗯，有的时候我们后台会对他自觉的放宽，放宽他，他还紧张，他还不会呢。但是他需要吃饭，哦、他得活着，嗯。所以说这个专业术语我们叫先学吃饭，后学养家。哦，他也挣了钱了，到一定程度了，他就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对，他要爱惜羽毛了。自我修饰，但是爱惜羽毛的前提你得是只鹰，哦，你要是个胆子就别费那劲了，嗨，那可不是吗？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再有一个，老天爷有眼，嗯，一个说相声站在台上汤汤汤汤汤三十分钟四十分钟，你挣的钱可能是一个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啊，这不少，这个行业是暴利，所以老天爷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挣这份暴利的钱，不是都挣这么多，没有王法了，这叫天道。嚯、哦！你看啊，你看岳云鹏站台上挣钱了，嗯，还有3000多个类似岳云鹏这样的，50块钱一场，100块钱一场了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行业的现状。嗯，你比如说换个方法，大画家他一张画一张宣纸画张画，他卖3000万，嗯，你不能拿这个来说，那你做宣纸工厂那工人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你要这么抬，那就抬杠，没法比，那就没法比了啊。所以说咱们就是好好说相声，当然了。先把文化搞好了很重要啊，提高素质吗？我们这行，我为什么爱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啊？文化水平最高，
您瞧，您又捧我，我好多问题，哎呀，我闹不清楚。一问谦儿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我就解释，哎，就我就明白了，就有问题就不管人多忙，谦儿哥这个问题我不会，提上裤子就来了。对，好，我怎么老提裤子呀？说这意思，就说他正忙着呢，人家也过来给你解答问题。我正忙什么呢？我练戏法呢。嗨，别提这，别提。哎，你看这，问你个问题啊，四大名著是哪四本？答对了。所以说呀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没说呢，答什么对了呀？就是你一定是可以的。不，这玩意儿谁都知道。你看，要不说聪明，《红楼梦》有个男主角叫宝二爷啊，他是谁？你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着？你说，这宝二爷都出来了，那还不贾宝玉吗？那不是？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不服行吗？这有什么的呀？这个一说，贾宝玉啊。《红楼梦》的主人公，对呀，姓贾，是小名叫宝玉，对吧？你告诉我，嗯，他的大名叫什么？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看看，嗯，哎，你也不知道了。你像这就不知道，因为贾家嘛四辈嘛，到贾宝玉这辈、啊、名字边都带个王字儿，嗯，贾环呐、啊，贾珠啊，贾什么的。对，宝玉是小名，是大名叫什么？不知道。那咱换一个问题啊。对，没听说过。你看您不管解答呀。我要知道我就不问你了，对不对啊？西游记看过哈？西游记知道啊。白龙马叫什么？白龙马就叫白龙，小白龙。白龙马，小白龙，像话吗？啊，白龙马是物种啊。白龙马大母猪，对吧？对，什么叫大母猪？大母猪是你爸爸喝奶那个。不，嗨，咱别往别人串成不成啊。你看白龙马，你白龙马你也不知道？我没有不知道。贾宝玉我都没告诉你，白龙马我一定得告诉你。白龙马叫什么知道吗？叫什么？蹄儿朝西。哎，那是名字吗？那个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这根本就没名。先甭管叫什么，反正啊，说相声必须要有文化。哦，哎，这就是跟谦儿哥在一块的原因。这什么原因？除了文化之外啊，嗯，基本功也很重要啊。这说相声讲究这个。哎呀，说相声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嗯，我们打小就是学这个。哦，背诵啊，学唱啊，学表演。嗯，街头小贩都是我们的老师。哦，吆喝也得学。现在没有吆喝的。是过去呢他经营有限制。嗯啊，小商贩跟街上一吆喝，客人出来买东西，这就是广告。北京很多。嗯，过去卖菜的不就吆喝吗？卖菜怎么吆喝呀？挑一个扁担，前后箩筐，嗯，十几样青菜，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葱嫩青菜，来扁豆，切的黄瓜，加冬瓜，买大海芹，买萝卜，胡萝卜，扁萝卜，嫩了眼儿的，香椿的，蒜儿的，好韭菜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吆喝，好听。我们就得学呀！啊，是，这是我们的老师也学炸油条的，我们也得跟着看着。哦，现在炸油条的也不吆喝了，没有吆喝呢啊、嗯！你上快餐店炸油条，他没工夫吆喝，是他都在后头啊。过去都是街上支一摊儿，哦，拿这个大筷子，嗯啊，怎么吆喝？油又青来，面儿又白，扔到锅里头飘着起来，越炸越炸，赛过烧鹅嘞。好大哥，这那是油炸滚儿嘞。嘿，以前叫油炸滚儿，油条。过去油条有规矩啊，得够一尺，这么长呢？得够一尺，哦、颜色是枣红色，炸得好。说炸完之后这块面不够，炸出来不够一尺啊，从别的上面掐一块，哦，也得补给你全分量，又酥又脆啊，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父亲都不心疼。没听说过，嗯，没有这么没心没肺的。好啊，嗯，这是我们的功课啊。当然除了这个之外，说相声四门功课嘛，啊说学逗唱。对，那个唱是太平歌词。哎，这个是本门唱。哎，说相声站台上，你说唱个歌、唱个戏、唱个大鼓，那个都属于是学。哦，太平歌词是我们的基本功。哎，要唱，您给唱唱这太平歌词。哦，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？哎，唱个什么呀？嗯，《白蛇传》、单道会，好，又是。你看，他是什么？没听清。哦，好的啊。啊，什么叫好的？那你得先答应着是吧？啊，哦，十八摸啊，是，嗯，上海的观众素质令人堪忧啊。
有说《白蛇传》的，啊，有说这个单刀会的啊，啊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《骷髅叹》，好吧？您这人什么脾气？这是你不能让他们猜着啊！是啊，嗯，那是下回不来了啊！庄公打马下山来瞧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，庄子休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，这薄药粒儿治的是女群差，用金簪那巧牙关关下了药，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马，叫一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呢全然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休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才好。太平歌词，这叫太平歌词。嗯，说学斗唱您记住了，只有这个叫唱，哎，其他的叫学。哦，京剧啊，评剧啊，梆子，嗯，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都学，是吗？那会儿我们小时候在曲艺团的培训班，学员班，这个学员班要放在戏校啊，戏曲学校，对，啊，到时候比如这段相声涉及到京剧了，嗯，就把于谦送到京剧团去了，啊，我学京戏，哎，这段涉及到评剧了，就把我送到评剧院去了，您学评戏，哎，谦那会儿在京剧团可吃香了，那咱人缘好啊，一进门一大帮大爷就把他围上了。大爷们是吧？哎呦，烧锅炉的王大爷，拉木的赵大爷，做饭的孙大爷，烧开水的刘大爷，全是大爷，一大帮大爷就把他围上。哦，我一到评剧院，一大帮唱评剧的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，改小姐姐了。唱青衣的，唱花旦的，唱刀马的，唱武旦的，七十多个小姐姐，最大的19，最小的17，就把我就围上了。啊，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了，你这玩意儿。你好好唱你的京剧吧啊！为什么？但是他评剧他会，他不是不会，啊，他那会儿老上那儿，你给大伙儿唱两句，你看行。我不行，我都临时听那么几句。哦，他那会儿唱的特别有味儿。哎，没有，他特别每次就上评剧院找我去，站在门口一唱，这些小姐姐们就哎呀滚滚，哎呵。怎么那么招人讨厌呢？我这跟我正聊天儿，怕你搅和啊！这凭什么？我听过他唱的叫什么刘巧啊。唱那个赵柱还挺好听的小声音，哎呦，您来两句吧，你看，那是听那么两句对唱，您要是会，您陪我唱，那没有什么，我帮您一块儿，主要您带着我听于老师，就俩人对唱啊，刘巧和赵柱啊，老评剧那个，可以可以，唱两句没问题。一见大婶扬长去，柱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着急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，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边解决问题，村子里他们要是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头还是不同意，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，省里头一样是不同意，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哪？怎么那么乱呢？这哪有这么句词儿瞎唱的啊？就说你会两句。我们那会儿就反正都得学呗啊，都得学。但学的过程当中发现，戏曲博大精深啊，那是。你包括我们那会儿学梆子，梆子最难唱。梆子呀，本公音背公音相结合，唱一段梆子下来，小肚子都疼，那是要功夫的啊。女老生男老生的唱腔还都不太一样，这还有区别吗？你看那个女老生的发音，她那个你看、啊，你还记得那个吗？您可说是我的
你看啊，这个音它，它跟男老生这太不一样。怎么？男老生调门低啊，什么味儿？男女同音调，所以他半说半唱，他是本公音背公音相结合。你看男老生啊，可说是我的儿啊，你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也是浪的，我也是。还有一个那个爷爷跟孙子唱的，我不听了、啊、不一样吧啊，戏曲的发音不一样。嗯，当然我们有时候小曲儿小调我们也得唱，那个另一个状态。那小曲儿啊，最近我又翻出了好些个老的小曲儿，包括那个之前乾隆年间什么搜集整理那个什么白雪遗音啊什么的，都是皇宫里边给皇上唱的小曲小调，皇上听的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确实很雅致，风花雪月。哎，您给我们唱一个这个皇上听的，我们对对对来一个，咱们听听，啊，听，这特别雅致。是啊，那个就是晚上听，点上一个香炉，焚上香，叫皇上看着月亮，就听这小曲儿，那才好。风花雪月，您来来。小寡妇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您这是皇上听的吗？这个还焚上炉香看月亮，想寡妇呢？跟这儿，这是皇上下班之后听的。上什么班啊？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，思想起多情有一的人，我为你望山跑死马，我为你杀狗撵飞禽，望断天涯中和而勇，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啊，这唱我呢。